高山，你这次回来，我总觉得有点不一样。不要了解我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我以为你懂，毕竟横冲直撞的结果就是自己头破血流。但是你也别让自己难得的善意白费，既然护住了他第一次，那么这次也请你多费心。讲好了。你做的，你早就打算买通莫仔平息议论，你根本就是在转移注意力拖延时间，你怕我破坏你的计划，你骗我。在你眼里我有这么大吗？你还装。这件事情背后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。我有一条路，或许能帮你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不是帮你，是帮我自己。你利用我？开诚布公，顶多算合作。不过你现在可以选择退出，没有人会怪你。这件事，我是最好的人选。你真想好了，我再考虑考虑。毕竟买下方达也挺贵的，你的钱也不是自己打印出来的。